有那个嘛，那是不是他们就希望他们也像女生可以跟男生有，那他们现在都有男朋友吗？问得好。还是男的现在有男朋友的举手。Do you have boyfriend? Do you have? Hands up. 都没有。都没有？我以为都有哎。哇，那在台湾很难熬哎。刚来还没有啦，介绍一下。刚的吗？刚来，刚从泰国来。哦，好辛苦。有一些是刚分手。OK， 那啊，有人不老实说啊。哦，有交过男朋友。谁不老实说？应该是 Tiffany。Tiffany。对 ，Tiffany 一看就是有男朋友在台湾。Tiffany 是万人迷的。慢慢看。慢慢看。现在有没有男朋友？有人追啦，这样说好。Oh my god！ 有人追啊！陈哥他们都在保持身价哎，他们就不能在荧幕上讲。可是我也想要找的最好给我自己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最好？对我好，对你好，不要让我辛苦，不要让你辛苦，对，不会让你怀孕。他应该不会怀孕。对。然后收入好。脾气好，长得好，长得还好，没关系，长得没关系，对，不要难看就好了。台湾的男人有交过的举手，有两位，对啊，沙拉，台湾的男人怎么样？他，就是我回泰国了，回泰国了，不见他了。很干吧，应该就分手距离呀。哦，你回泰国？对，我来这里就不一样啦，感觉就变了。哦，对，就变了。距离的问题啦。啊，那我可以问他们有没有交过女朋友？你们有交过女朋友吗？在还没变性之前，他没有。没有？那你不是喜欢男生？跟那个时候是怎么说？他喜欢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做，因为娘娘给他看也不好，因为那个时候。是很小了，12岁哦，可是没有什么关系了，就是puppy love， you know， puppy love， 就是他读书第一名，然后我就找他帮我复习功课，对，这样而已。可是人家都说啊是男女朋友啊，可是我真的不喜欢，我喜欢男生。那 Benny， 你说你交过女朋友？你现在应该还有女朋友？一个是。不久啦，不会很久。什么时候？没有很久。还有后来的啊，那个十九岁。哦，那你觉得跟女生在一起，跟男生在一起有什么不一样？我喜欢男生嘛。他喜欢。他喜欢男生。比较喜欢在跟男生。女生那个我的朋友。女生是你的朋友。我的朋友。所以心态已经就这么简单，所以没有那种心。没有一种认定嘛。就像之前，你今天就有一个男的在欣赏你，跟他也只是朋友。对。你只会对女生有情欲的感受。没错。对不对？对。而且我想问他们男朋友，他们的男朋友是别人追他们的呢，还是他们主动去追求人家？冰冰。冰冰应该是主动出击的那种。冰冰是怎么样？吓到叫他了。冰冰，那不挤他了，他们挤了干。说一下嘛。说。他不挤是干。男生先跟他。哦，男生追他的。那男生追他之前，他譬如说在夜店碰到，他会跟他说我是变性的吗？他会说吗？他会主动说我是变性吗？你们都会主动说吗？我是 Lady Boy， 会讲吗？脸对干。他男朋友是同事，同事，就是一起读书哦，同学，同学，对，同学啦。然后他一定会知道那个他的哦，他已经是。那如果说不知道的人，你们会主动告诉他们说我是变性？有，我们会说啊，会主动，我们也不想骗谁。你们碰到喜欢的男生会怎么做？知道吗？好，来演给我看。不是，男生，飞你好，好开心哦。来，跳出来。林志贤，你过来。你好，你。Oh my god！ 这边是 Park， 你喜欢他，我喜欢他，你会怎么做？好，来准备，预备 ，Kara。Oh my god！ 哎，飞你了。
装不熟，谁还走哎？马上补妆，他遇到喜欢会马上补妆，弄得很漂亮，然后跪在旁边跟他眉来眼去。Talking Tom， 叫什么名字啦？Tom。Tom。My name is Tom。谢。我喜欢你。真的吗？真的啦。这你打电话给我可以吗？啊，你喜欢我哪里的？你也很帅啦，我很帅啊，你也很漂亮，谢谢，水晶晶，那我们就在一起啦。在夜店这么正的女生打你，你会碰到喜欢就会说我喜欢你这样，对不对？跟我说，单刀直入，直接讲，是一点点，慢慢说，慢慢说，慢慢说，那个他不可以的。快走！真的吗？你有那个他打我，我快走。有没有被人家拒绝过？可有啊？有啦，有啊，有啦，有很多啦，很多有。真的吗？真的啦。不要，不喜欢，不要，我怕，我怕。我泰国变性人这么多，他们也会怕，怪，奇怪。来，你请回座，好吧？来，大家请。然后那个 Tiffany， 换你来示范，你遇到喜欢的人会怎么做？哇，陈哥自己主持下来，哇，看你根本就是哦。来 ，Camera， 蛮高蛮高 ，Action， 这雪橇也太长了吧？这是鸦片。哇塞！啊，对不起，谁绊倒你了？脚痛的，喊你下河。他身上有什么？来来，你坐。谢谢你。坐坐，脚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小心哦。好，可以坐，可以坐，可以坐。我来。胸口闷，胸口闷。你叫我回来。我痛了，我。你哪里痛？你不是脚扭到吗？怎么这里痛呢？这边也痛，这边也痛。先痛哦。到底是指头痛还是哪？哪里痛？啊，全部都痛。我来，我看看这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不小心一点呢？对不起，这边也痛。哎呀，我的妈！我这里痛。对，这边也痛。那哦哦 no！ 啊，对不起。好厉害的一个汉尼，你死三八，干嘛勾引我的汉尼？美丽妖精训男友。Sandy 来，嗨，虎臂哥伯来，嗨 ，What's your name？ Sandy， Nice to meet you。Any question? Quick, 就这样子啊？你要让带走了，不用浪费时间。他带我去，那他会带我去？你问他，他要带我去哪里？要爬后背哪？后背路来。谁讲后背路的？冰冰。后背路，回去请坐。他们的情欲世界，我们感到好奇。嗯，他们也想要拥有自己的幸福。最想知道谁的择偶条件？对，冰冰，因为以一个女生来观察，我觉得她是从头到尾最像女人的一个女生。对，然后从亮相开始，很娇羞哈。然后内心世界已经完成是个女人了。帮我问一下冰冰，她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她不差白不赖，超不差，在的阿龙的会梗，好心，会搞笑，会搞笑，发了影啊哈，会梗。比较会讲话啊，陈哥就是你啦，嘴巴会说啊，我可以吗？可以来，可以。他有没有被男生骗过？有啊。你那么聪明，因为太相信他了，太爱他了。是泰国人还是台湾人？台湾。台湾？你被台湾人骗过？有。骗过什么？
他已经有后面有小孩了。哦，他是个有小孩的男人。我有结婚过了。结婚的，嗯，有太太小孩。对。他骗你的什么钱？没有，甚至是骗要跟我在一起，都骗后面他的事，没有讲出来全部。哦。因为怕如果讲出来，我都不要，一定不要的啊！你已经有。你不会破坏人家家庭、啊、对，他不是 single 对不对？对，男生也没有一个人在选，就这有很多男生，我可以做一个一个。对，你可以到处找。对，他骗你的感情。对。那有没有被男人骗过钱？我没有。没有啊，因为我都会跟男生拿钱。男生会给他跟男生拿钱吗？男生是应该的啊，对不对？应该怎么跟他要？我该做我的事，然后他就该给我。他做他的事啊。嗯、你教我们怎么要，我们都不敢要。怎么要钱啊？没有，就他都知道啊，像出去的吃饭啦、啊，就是一定要请，一定要请你吃饭，帮我拿包包，哎、对，帮你拿包包，我的包包都自己拿。还帮你拿包包，对，就跟我逛街，然后我想要什么，他就帮我买。Oh my god！ 我真的要，我也没有要什么东西啦，就是 Louis Gucci 啊， Gucci 啊，这样而已，很简单。你们这边现在已经整的都已经变好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现在敢在男朋友面前不化妆的？都不敢，都不敢啊，都敢，都敢，都敢啊，都敢啊。征求两位，你们最想看谁素颜？我想看 Benny， 因为我觉得他这样化妆还蛮像小珍的。小珍，小珍也会杀我吗？我那一挂，对不起，没有啦，看他，因为没有啦，就是有点像。你再看小珍，不 ，Benny 要看他卸完妆是怎么样，是不是真的 ？Benny，OK，、okay? 可以啦 ，OK，Number One。来 ，Who is number two？ 我想看冰冰，因为刚刚的访问说她的脸是完全是自然没有做，对，她说她都没有做，卸完之后就不晓得是不是还是这样天生丽质。她的下巴太漂亮，我是觉得不太可能。笑容好可爱，这应该没看过我们的 Lady Boy 卸妆吧？来，请看。美艳妖姬来卸妆啦！到底卸妆后会不会和原来一样天生丽质，还是会认不出来是谁呢？准备好了吗，我亲爱的朋友？这两位素颜美人，她们真是如假包换，对最真实的肤况，让你甚至让男生嫉妒，让女生羡慕。来，马上欢迎这两位 ，Benny、冰冰，欢迎两位。先看谁？Benny 好了 ，Benny 先。先看 Benny 先。Benny， 预备，能手三。妹妹怎么变呢？皮肤很好哎。比一般女明星在卸妆的还漂亮，我跟你讲。OK。哦，你的皮肤很好。陈哥可以近看一下吗？来近看。哎，他的皮肤真的很好。Oh my god 啦！哦，老皮嫩肉。真的真的。很嫩。你还好，真的是你。嫩。嫩。很嫩。漂亮。感觉。而且没有毛细孔哎。来，冰冰准备。冰冰脸都没有动过。是没动过的嘛，对不对？天然的。来，冰冰准备。能松散。OK 哈。没有，哪有什么变？没什么，他个好高大，而且看起来比之前上妆的时候年轻。好，我们把窗帘遮，窗帘揭开一下，窗帘。闻到了，闻其实像名模，其实很 OK， 很漂亮。对 ，Tiffany， 你们现在有在台湾表演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在哪里？我们现在都在中业舞场，中立是，中立啊，首歌后面可以看到他们精彩的表演，他们呢很多的世界令人好奇，对，但我相信他们是最快乐的女人，很棒。我们的 Lady Boy 今天精彩的表演，再次谢谢你们哦哈，谢谢，谢谢，皮肤好好，谢谢，好，再见。
萧蔷的美丽外表，连黄家千也激动不已。女主角是萧蔷，萧蔷美呆了，我跟你讲，太漂亮了。